算是全部开会最远的一次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还会上梨山开会，你有意见吗？我还会上梨山开会，你有意见吗？我以后不接受你们采访啊！你没有安排，我绝不接受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大家都也没有关系啦。报纸龙脉卖卖给你，卖给你，你话卖给你头款啊，是要安怎？你话啦，无人去看，报纸就计笑，你无你话，我都唔中情况你咩？你若无要选举啊，你讲啥？我都唔惊。你若无要选举啊，你讲啥？我都唔惊。算是全部开会最远的一次，是不是？我还会上梨山开会，你有意见吗？我还会上梨山开会，你有意见吗？我以后不接受你们采访啊！你没有安排，我绝不接受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大家都也没有关系啦。报纸龙脉卖给你，卖给你，你话卖给你头款啊，是要安怎？你话啦，无人去看，报纸就计笑，你话你话，我都唔相信你。你若无要选举啊，你讲啥？我都唔惊。你若无要选举啊，你讲啥？我都唔惊。